了吗？有病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哦。有。有，那阿姨有没有在吃冰？有。郑王在吃之后呢，继续逛老街，然后就要去看动物啦。你说他是才一个月的小羊吗？一个礼拜，你才7天大哦，可爱哦，看7天大的小羊。这里呢就是路口，走进去呢就可以开始喂食小动物。我们刚刚已经在里面的园区走完一圈出来了，然后秀秀会开了耶，等其他的朋友们慢慢的散步回来，我们也要离开这个园区哦。家喽，回家喽，好意思哦，你们没有闻到吗？有，我有。